危地马拉外长将在与台湾维持现有关系的同时，考虑与大陆发展正式贸易关系。中方回应，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所有国家开展合作的根本前提。海关总署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口货物免税，两部门针对湖北湖南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，江苏多地发布春节助济政策，企业节后包车接员工返岗可享补贴，吉林长春发放1亿元购房消费券，高校毕业生可获得20000元一次性购房补贴，日本自卫队将中国作为假想敌，并制定应对台湾有事作战计划，中方表达严重关切。中国海警舰艇编队2月6日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，菲方官员有中国黑客对非政府网站和电子邮件进行网络攻击。中国网安企业2023年发现数千起针对中国的攻击事件， IP 地址归属于菲律宾，华为豪掷770亿元分红，至少汇集14万员工，平均每人可获得约 54.2 万元。近日南苏丹与苏丹争议地区爆发冲突，已致约40人死亡，马斯克脑机接口，首例人类测试结果即将出炉，情况看起来很乐观，将证明人类能够仅凭意念操控手机和电脑。印媒6日印度中央邦一边炮厂发生爆炸事件，死亡人数升至15人，过百人受伤。外媒英国王查尔斯三世被确诊患有癌症，将推迟所有需要公开露面的活动，哈里王子将从美国返英探望。外媒因执政党拒绝投票表决，匈牙利国会未能通过瑞典入约申请，美媒就推翻总统选举结果一案，美国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无权获得总统豁免权。外媒乌克兰称捣毁俄罗斯强大间谍网，已有5人被捕，波兰防长正在为可能与俄发生战争做准备。俄媒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同意出任驻英大使，乌议员相当于政治退休，乌将军没人能取代扎卢日内，泽连斯基应反省自己的失职。